大家好，我是莫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 Pokemon Duel 的游戏实况哦。那这边又送了15个宝石了。自从昨天的惨败之后呢，摩格斯换了技能组，就是天赋技。然后呢，我真的非常笨哦，因为我不知道可以换4个 Jump， 所以呢，摩格斯昨天把我的阵容改变了一下，我们放了3只冰精灵，一只雪精灵。然后还有，反正我就放三格的可以走3步的那个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卡片呢、全部用 jump 哦，因为你们知道 jump 强在哪里吗？两只围殴可以踢掉一只，或者是强权去对面的越过对面一步。肯泰罗哎、欸，天哪！不是我迟迟不3连抽，是我们有更好的宝可梦可以放了。我靠，这游戏钻石也送太大了吧？目前264颗，可是大家好像对这游戏的10连抽没什么兴趣啊，所以其实也没差。说真的，因为大家好像不喜欢，大家好像觉得这游戏的10连抽没什么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会抽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今天 VIP 再换一只好了，反正这游戏中，怎么讲？你看这游戏的奇亚蒂娜多废啊，只有一部哎、欸，虽然它是 EX 的，对啊，好吧，反正我们今天 VIP 就肯泰罗啦，管那么多干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说，哎、我看摩克斯玩这个当然是要看技巧的啊，怎么可能看我10连抽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反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VIP 宝可梦，这个。肯泰罗啊 ，Pokemon Go 限定的啊，限定的 Pokemon， 好吧，我们今天直接给他这个预知啊，希望今天玩家可以比较好打一点。我玩这个要学会聪明。哎，我怎么好像常遇到这个阵容啊？那这很像是日本很流行的一个阵容，因为日本很像喜欢放三只马里奥啦，然后，哎呀，有一只月精灵。哎，这个我好像常遇过他，哎，他死定了。我这次要很认真、很认真的快速结束这一场。Double Chess， 哦、，Double Chess， 我们派了两只冰精灵去围殴他。他看似非常聪明哦，而且我的步数非常快。这边我们可以跳吗？哎，我貌似换错了技能哎，啊，我带错了，没关系。再给我一只，再给我一只。哎、一只从下面，一只从旁边，一只从旁边。我想办法把它踢掉啊！我靠，都有使用 ATK 加成。我跟你们讲，使用这个不一定打得赢啊。使用 ATK 加成没有用啊，因为如果我用到三星的话，你看，你看，我 damage 啊，它不就没有中了？我想办法围它。把这一只用到后面去，应该是可以把它击败。一星，反而他被反打哎，笑死了。等一下，踢掉踢掉，有没有踢掉了？摔吧！哇，他踢掉我哎！哈哈！哎，话说我这只可不可以跳、啊？是我刚才用错技能了、啊。哎、欸？哎、欸？啊！被骗了！哇！他也太溜了吧！立马就天机呢！他也好天真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他真的好天真哦！他跟我一样天真，哈哈。
这边尽量是不要去攻击对面哦，因为其实很容易被收掉。我在想要如何进攻他。哇，他完全不敢动啊！哎，我靠！哈哈哈！反而被我一星了，666。哎哎，挡不了哎，喝飞哦！一只去旁边好了，一只去旁边，两只来围他，不然这样好难打。哎，碎碎碎，那边有 jump， 那边有 jump。哎，他怎么那么笨啊？他走了我就赢啦、啊！666，真是的，爽啊！血池回来，你们知道吗？打玩家打到真的是哎屌哎这样子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自从打玩家之后，我们就不想打关卡了。哇哦，20钻 ，Oh no 哎 ，Lucky！自从会打玩家之后，我就不想打任务了，是吗？因为玩家真的是太好虐了，太想虐玩家了。有种哎、欸，等一下 ，cancel， 我竟然忘记换啊！哦，好险好险！嘎仔 Bobby， 我带错了，说我刚才跟他炫耀说摩根是带4个 jump， 想不到我带错了，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你看哦，英文看好好不好？这是 Pokemon Switch 哎，所以真的英文要看懂，这游戏也蛮重要的。等一下，所以我不能带拖太多的那个啊。Awakening， 还有 Prince Heal， 这应该是补血吧？等一下。全部移除，我重用。我知道 Pokemon Jump 要先放。Power Battle 是什么？来看一下。Choose once for Pokemon with a beach. For it's a Pokemon of the similar popular take a pin. The monster buff and start again. Power Battle， 感觉很强哎、欸。我觉得 Power Battle 很强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加50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不好，真的，没骗你们，这个真的不好。所以，哦对，其实换步的可以骗，例如你用3步的，然后你突然给他换2步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也不错啊。不过其实有更好的啦，像是 Power Battle。哎 ，Power Battle 貌似只可以放一次而已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放一次。所以，跳在哪里取决于玩家。好吧，因为这一场应该是太久了，所以我今天就不再打玩家，我们先把主线任务的再打一次好了。所以今天玩家场已经打一场给大家看喽。那我们一样用我们这个很强的阵容去打。欸，他也有肯泰罗欸，好溜啊！我先哦。他会打我吗？我们只要移到他的旁边去，我们就可以把他踢掉，像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跳吧！再来这边的话，我们一样可以把他踢掉，教大家，把他移到中间去。只要他没有派人家防守，他就被我们踢掉。一星成功防守，他反而被我们冻结了。
再来，我们可以把路线再往回调，所以想办法更可调它狐狸。所以我们已经拍了三只，所以这很明显的人多势众啊！你的 Pokémon 多，你就是强。确实，好吧，他使我移动了，可以踢掉他吗？欸，不行欸，结束这一回合。千万不要跟他们挑哦，因为反而很有高几率你会被打回去，所以千万不要跟玩家挑。欸 ，damage 啊！欸，这边他们没有踢掉我，好奇怪啊！好吧，这样我们可以踢掉他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六六六，反而被我踢掉了啊，爽欸！本集真的是太技术台了。我已经教大家怎么踢人了，这一集你们真的要列入精华了，因为我以前在新手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懂得踢人。我说，哎，为什么他可以直接把我踢下去啊？你们知道那一集吗？你看，现在我都可以把人家踢下去了。这一集你们一定要学，新手一定要看这一集。这边教你们怎么踢人，然后关卡怎么轻松过。对，不多讲了。我们今天的 MVP 就是我们的肯泰罗了，帅吧？美国限定 Pokemon， 美国限定 Pokemon， 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 play 到这边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继续追踪的话，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肯泰罗跟你们说再见了，太可爱了。